冰封大地，举办活动的场地覆盖了白雪，先遣志工提前抵达。大伙在低温中把米一包包扛出，每个人搬到脸红红，很开心。可是很奇怪，是为啥呢？只有一个字，爱嘛。慈济第五年在山东临沂市临港区寒冬送暖，光是志工就有300多人投入。我就是想做一个实际的事情，实际到帮助到人的事情。自己的梦想实现了就很轻松，觉得。就感觉付出了吧？付出了。对。付出了。以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没有。哦，这样子。以后肯定有机会，肯定来啊。看到他们也觉得就是自己家的老人的这种感觉。当自己是无所求的时候，真的是那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。这是花多少钱，咱们在家挣多少钱，都是拿不来了。送给我们老乡。将近1300位乡亲领取过冬物资，无法到达现场的志工也入户赠予。我是代表大家的爱心过来的哈。虽然他们的环境没有这么的好，然后但是每一个都过得很开心。那我们过来就是帮他们，就是抚慰他们的心灵。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很有福分的人，这样。来了之后我觉得感受特别多，收获特别多，比我去赚钱呀，去忙碌其他的事情，感觉心里特别的踏实，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然后给你抹一抹，来抹在这边，让你的手温暖，我帮您手搓一搓，搓一搓就不会冷了。过年棉被、御寒外套，每一样物资都是志工精挑细选的，刚刚好，啊，帮你量身定做的，啊，量身定做的哈，真好，新年穿新衣，带来平安健康。我们给他们物资是要用心在准备，这点是非常重要的，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。来，我们装上来。